欢迎大家晚安，大家新年快乐！哦，晚安，新年快乐！哦，这几年来啊，我们在这个郑成功、严明俊、王虎的带领主办之下，我们把这个彩街元宵的彩街，在这个年节的气氛里面，一年又一年的这个办起来哈。那同时呢，也融合了我们这个现代的南光中学的这个行进管乐队，在前面来替我们这个英勇雄壮的帮我们开道啊、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把这个东西的文化，把跟我们这个宗教的结合，也代表了我们过去我们的先人哦，咱的这个类似咱的翁船哦，我们的这个郑成功的这个当年的这开台的船哦，在由前面给我们开道哦。那希望我们这样子一年走比一年哦，走得更加有精神，更加有活力，也带动我们在地的宗教与文化的这个更加的发扬光大哦。那希望这个今年这个猴年，大家也都能够更加的有活力，也希望我们所有参加的小朋友也把这个健康走出平安哦。那这个学业也越走越好。那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哦，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退市议员，好、哦，真的感谢他。最后压轴是由我们新营区的大家长区长哦亲自来到现场来为大家勉励几句，我们现在掌声欢迎他，好不好？好，谢谢主持人。